寻寻觅觅，为何谁都看不清，爱是眼前的有我在，你怕什么？说服他，有我在，你怕什么？你告诉他，说啊说啊，有我在，你怕什么？说，告诉他，你说啊说说。我从来就不喜欢你。啊，男人真是的，害我浪费时间，白白误会你三十几年。早知道如此，我就不用对你念念不忘，害我独守空闺。你不生气是不是啊？嗯，你们男人就是这样。我们女人家有时候要的只是一个结果。既然你坦白说出来，我心里就有了答案，对不对？我还生气干什么？对不对，小蝶姐？我早就叫他跟你说清楚，男人就是这样，以后别再上这种当了啊！不会的，不会的，现在事情弄明白了就好，算是我和叮当无缘。不过我家申大跟你家十郎好像有缘分呢，我一定会让我家儿子好好的打败阿寿，让他娶你家的女儿，这样以后我们两家就可以常常见面啦。哦，不不不，不要见了啊，不要见了。我又不要见你，我见的是小蝶姐啊。话又说回来了，其实我只有雷夫人你这一个朋友。小蝶姐，你人真好，你一点都不怨恨我啊。哎，那我们两个是好朋友，以后可以常一起打麻将啦。好啊，我都好久没打麻将了，但是我刚学的，我打得不大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今天的女人花布装进了一批绸布，很漂亮，还有蕾丝花的，你就可以穿性感一点，不用穿这种传统的。是吗？对对对对。我们现在就去吧，去呀，看看那种有点透明的啊，性感死了，走，走，走，去去。哎，哎呀，师傅，我说你小子可真行啊，你啊，明儿就要开打了，你还有心思在这睡觉？哎，当然要睡觉了，养足精神嘛。有事吗，师傅？啊！天风十二式。对呀，你不是说在图书馆吗？我给你借出来了吗？来，抓紧时间看一看啊！嗯，练几招，明天。可是你不是说天风十二式它不是武功吗？谁说的？这可是你爸毕生的武功绝学呀！可是你明明说过，这是我爸用三十年的时间来研究猫的习性嘛！我说过这种话吗？哟，好了好了，你听我说，中国武功大多数都是从动物的形态演变而来的。你比如说蛇拳，还有蛤蟆功，包括你今天这个天猫十二式，全都是。抓紧时间看看啊，来来来，我陪你一块练。等等，师傅，你为什么突然这么积极要教我功夫？问这话什么意思？不想娶十郎了？想啊，
可是你不是希望十郎嫁给声大吗？哎呀，那不是以前怕雷老虎他纠缠我吗？哦，所以你现在希望十郎嫁给我了是吧？哎呦，我的徒弟，你看，如果我跟雷家结了亲，那你师父我就要破产了呀。为什么？你没有看到，那雷老虎带着你师母，每天不是去豪赌啊，就是去买什么蕾丝，经常嘴里还什么珠宝啊、玉器的。再这样下去，我不就破产了吗？哎，师父，那我教你一个好方法。什么方法？你呢，好好赚钱就可以了。好好赚钱？对。你成心气我，你是不是？哎呀，师父，你要是早一点把这个天猫十二式交给我的话，或许我还可以练成一招半式，打败声大。可是你看，现在天都黑了，我又不是什么武学奇才，怎么可能在一夜之间练成呢？师父，你还是还回去吧。哎，你嘘。哎，师父，我跟你说，师母这个人呢，她一向是蛮节俭的，所以呢，她陪雷夫人买买东西、打打麻将，肯定是为了安抚她的情绪。不是，不会让你破产，这点你放心吧。啊，没事的啦。至于明天的比武招亲，我只希望有个结果，也不是要拼个你死我活，所以不管十郎嫁给我或者嫁给声纳，他都会很幸福的，这点你放心。啊，你师母说的对，你成熟了，睡吧，睡吧。爸，对不起，我虽然来不及学你的武功绝学，但是明天的比赛，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。从前我做什么事都是半途而废，但这一次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，我到最后绝不放弃。诸位，此次我武家为小女武十郎举办比武招亲，旨在以武会友，以武择婿。胜出者不仅要有超群的武功，还要有超凡的武德，如若出现恶意伤害，将被取消参赛资格。各位选手和在场的观众要一起来监督。接下来我宣布一下比赛的规则，此次比赛以群斗的方式举行，最后还站在擂台之上的就是胜出者。还有，如果受伤的可以到我武家跌打馆免费接受治疗。下面我宣布武十郎比武招亲现在开始。送到我师父的抵达馆。
好久不见了啊！我凭剑游遍了大江南北，苦练神功啊！皇天不负我苦心人呐、啊！昨天，就在昨天，我终于将大功练成。哼，今天我不但要一雪前耻，还要十郎，你知道吗？我们错过太多时间了。只要你等着我，把这两个臭小子打下去，今晚我们就可以拜堂成亲，入洞房了。做你的白日梦，臭小子！我今天就让你们开开眼，让你们尝尝大力神功的滋味。嘿，不出三招，我让你们彻底的消失。好了，来拿上一瓶药，下一个。哎，吴师傅，又来一个，又来一个，又来一个。怎么还这么多人呢？哎，最后一批了，不会再有了。哎，那我们家阿寿上台了吗？上台了，那雷家少爷也上台了，他们俩联手把阿猫阿狗的打得七零八落，闻风丧胆，简直太神了。现在擂台上只剩他们两个了。好。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两人的事了。我还想再报名，可以吗？主席，没问题。吴大叔，吴夫人，啊，怎么回事？阿寿，阿寿被盛大打下台了。什么？怎么会？他又找报名费去了。什么？那后来呢？后来又被打下台了。哎呦，不行，我得去一趟。哎，我也要去。你不能走啊，我的腿啊！哎呀。
我们支持你，我们要去。阿寿，我们要去。我还要再打。阿寿，你已经交了好几次报名费了，算了吧。你让我打，你让我打。阿寿，你让我打。我有钱。 支持你，我有钱，我支持你，阿寿，我也支持你，我不认输，我不能输。 Oh.
你为我做的一切，我都知道。只是我不敢承认，不敢面对。我是一个不懂珍惜，不懂得如何去爱的一个人。在失去之后，我才知道可贵。我宣布你们结为夫妇，将来不管……等等，你不能嫁给他！你爱的人是我，你是我的女人，你是我这辈子最真心爱的女人。我好后悔，以前没有好好珍惜你，在你说爱我的时候，没有把你娶回家，非要等到失去，才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。我没有办法忘记你，更无法忍受你嫁给别人。我真的好后悔。我求你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会改掉所有的坏毛病，努力赚钱。虽然我不见得可以让你丰衣足食，但是我一定会让你做世界上最快乐、最幸福的女人。嫁给我。是我真正爱的人，是领路。对不起。怎么会是你？怎么会是你啊？侍郎呢？侍郎在哪里？侍郎，侍郎，侍郎，侍郎已经走了。他去找你了。你是说，你们没有结婚？我早就知道，他从头到尾爱的都是你。只是我这个人，不到最后关头，我是不会放弃的。阿寿，石郎就交给你了，好好对他。快去找石郎吧。好，好，回头我一定请你喝喜酒。
有别的地方可去，没有别的地方可去。我都不知道我有什么地方可去，他怎么会知道嘛？哎呀，吵死人了！哎，你看，应该往哪走啊？不知道。哎呀，先去弄点吃的吧。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我去哪里弄吃的给你啊？哎，没有吃的，你想饿死我老人家？不要吵了，行不行？哎呀，我很饿啊。你再忍一下行不行啊？前面就是十里镇了。十里镇，我们去十里镇干什么？不去十里镇，我们还能去哪？不去十里镇，我们还能去哪？不去十里镇，我们能去哪？石郎在哪里？石郎在哪里？他去了十里镇，哎、他去了十里镇了。哎呀！你们见过石郎？你们见过石郎？你们见过石郎没有？你们见过石郎没有啊？时代的风吹呀吹到西游东，聚散都在红尘中，寻寻觅觅为何谁都看不清，爱是眼前那个人，两个人一段情，半生缘情难尽，想就是女人心，要痛痛快快的做我是我，真真切切的感觉活着，也许有些牵绊去分手，我不得不一个人往前走，看我们轰轰烈烈爱过恨过，也潇潇洒洒把你忘了，如果人生会有寂寞的时候，唱一首歌，唱着我的歌，就摸我。还不快点道歉！风吹呀吹到西游东，人人都在红尘中，热爱热心换来冷漠和伤心，笑看人生一场戏，两个人一段情，半生缘情难尽，你走你的路，我要我要的幸福，最坚强就是女人心，要痛痛快快的做我是我，真真切切的感觉活着，也许要谢谢你去不回头，我不得不一个人往前走，要痛痛快快的做我是我，真真切切的感觉活着，也许要谢谢你一去不回头，我不得不一个人往前走，看我们轰轰。难道要我脱光衣服你才相信我是女的？好啊，如果你是女孩子，那为什么要跟我争小雨？不是我跟你争小雨，是我跟小雨争你。阿叔，你到底在哪里？却回眸看我一眼都没有，哦哦。
看，这里面落了这么多灰尘，肯定好长一段时间没人住了。这十里镇不过方圆十几里，他会去哪里了？我现在担心的是咱们今天的晚饭在哪儿吃啊？对了，他一定去我家了。他一定去我家了。剩下一个人的时候又有点寂寞，找些话题对自己说，想起那天你离开我拒绝挽留，你却回眸看我一眼都没有，哦哦，一句安慰你都舍不得给，是什么理由不值得你为我难过，整个冬天一个人过一年，曾经的回忆是我放不下的狼狈，你留的方向我搞不懂，星星的指引我迷惑，在星空下迷了路，青春一丝绝望跟着我，你留的方向看到什么，一个人无力头在漫游，他究竟去哪里了？也许他根本就没来十里镇。除了十里镇，我没有别的地方可去。这是你说的，不是他说的。你确信你们俩有这种默契吗？哎，有缘自会相会嘛。是了，你究竟去哪了？老天爷，不要再折磨我了。想看到什么，一个人无厘头在漫游，彼此还是选择沉默，了解孤单的懂得享受，夜白的晚上悄悄心儿在嘲笑，从此我找不到寻找夜的方向，我看不清依靠，我的思念在远方，想要代替我收藏，一次逃避不同压抑，不想开启埋藏爱的无尽，夜方向看到什么，一个人无厘头在漫游，彼此还是选择沉默，了解孤单的懂得享受，很甜，很好吃的。来，尝尝看，这个怎么样？你堂堂武家十公子，什么都有，不需要了。哎，我没汽车。给你。我也没饭店。都给你。黄金。黄金你也要啊？那我娶这个老婆干嘛？你不要太过分了。真是的，不让我去也可以，看你怎么做了。
为什么不拉了？哎，不用拉了。二叔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你的眼睛怎么了？怎么会瞎呢？哎，你总算来了。他找不到你，每天晚上哭个不停，把眼睛都哭瞎了。来，你们好好说吧，好好说哈。哎，真的是你，真的是你，我好想你，我不能让你嫁给盛大。所以我跑回去找你，可是盛大他说你走了，我就到处找，我走了好多的路，找遍了十里镇都找不到你。如果这辈子我再也见不到你了，我还要这双眼睛干什么呢？都是我不好，害你变成这样。没事，没事，只要有你在我身边，不要这双眼睛也无所谓的。对不起，阿叔，我不应该三心二意，我根本就不应该答应什么比武招亲，我不应该接受雷声道，因为我爱的人是你，一直都是你。那你还愿意嫁给一个瞎子吗？不管你是瞎子或是瘸子甚至傻子，我永远在你身边，给你煮饭洗衣，做你的老婆。侍郎，我只有一个要求，你以后不要再打我行吗？无论你做错什么，我再也不会打你了。对了，回去以后我们在镇上开一个跌打馆。或许再生七八个小孩。你这个死东西，你骗我。你说过不打我的，你说过。我没说，我不揍你。别跑。站住，站好。想死啊！你骗我！
着你。